吊灯左右摇晃，办公室内同事一阵惊呼，纷纷拿起手机拍。早上9:56，一阵天摇地动，不是头晕，是地震又来了。这次震央是在台东，而台东上半天很不平静，光是从9:50开始，一连三起地震，先是台东的延平乡，接着隔4分钟海端乡也地牛翻身，再过2分钟再震一次，深度最浅还只有5公里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同一地点又传出地震，没有感觉啊，可能是咱做工课无去想到吧。震度4级以上的地震，当地民众虽不太明显，但在台北却相当有感，因为属于盆地效应，震波聚集影响，摇晃更是强烈。但这几天东部地震频繁，3号的差不多时间，9:52，台东延平乡也发生规模5.6地震，小朋友吓得戴起防护帽夺门而出，有人不知道该往哪里跑，吓到转圈圈，楼下也有人逃到了空地，老师也戴起帽子疏散学生到安全的地方。山脉这边特别就是像这种，在台湾的话，逆断层的余震会稍微多一些。那震断层余震事实上会相对稍微少一点，那少一点的话，虽然是少一点，但是还是会有啊。虽然3号地震时气象局就表示了，未来几天可能会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震，只不过这6分钟一连震了3次，恐怕民众的心也会跟着忐忑。三立新闻王浩永宣彤综合报道。